现在我明白了，你来到地球接近严禁，接近我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神域，拯救千妹，对吗？故事不错，为了得到严禁还真是难为你。对不起。难道我近日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来听你这句对不起吗？所以我才决定对你坦诚相言，因为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中天，时辰已经到了，咱们该启程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又要离开吗？既然事情已经交代清楚了，我也应该离开皇城。今日月姑娘前来，除了道歉，更是为了要道别。感谢姑娘这些日子的照顾，日后若是相见，我必定会报答你。我不稀罕你的报答。奉见姑娘，后会有期。